任时光匆匆流去，一转眼已经立秋了。看看济南的30多度的天气，还能再穿一段时间的漂亮裙子。接下来要教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怎样做可以减肥保持身材。一白水中加点柠檬，每天喝8杯水。白水无味枯燥不好坚持，那就在白水中加点柠檬片或者柠檬汁吧。这样做不仅可以丰富水的味道，还能让消脂的速度变快。因为柠檬中的柠檬酸可以促进循环和代谢，对减肥瘦身有很大的帮助。02起床后伸几个大大的懒腰，经过一整晚的休息，身体的循环和代谢都非常的缓慢。睡醒后站在地上，向上伸展双臂，慢慢的将身体向上拉起，直到踮起脚尖，通过这个伸展来拉动全身的肌肉，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可以提高一整天的燃脂效果。3早上吃鸡蛋，鸡蛋是高蛋白质食物，既能饱腹还能促进代谢，是减肥瘦身的必备食物，并且在吸收率高的早餐食用，瘦身和健康的效果更显着。4饿了吃西红柿，减肥的大忌就是忍耐饥饿，所以饿了就要吃东西，这样既能避免食欲旺盛，还能减少下一餐的饮食量。推荐的解饿食物是西红柿，当然圣女果和黄瓜也可以。5加入粗粮，精粮中含有大量的糖和少量的食物纤维，食用后很容易出现脂肪堆积的情况，为了避免肥胖的发生，建议在饮食中加入粗粮，既能增强饱腹感，还能增加食物纤维的摄入量，减少血糖的升高和抑制脂肪的堆积。6早睡早起，坚持早睡早起，保证优质的睡眠，让身体分泌出更大量的生长激素，达到快速代谢和抑制食欲的效果。每天最晚的睡眠时间是22:30，并且睡前一小时要关掉手机和电视等电子产品。想永远都有好身材，养成好习惯是不可缺少的。7坚持运动，一直很喜欢康德的一句话，自律即自由。坚持运动的人并不仅仅是坚持了这一件事，运动带给坚持之人的也并非仅仅是强健的体魄，高度的自律会让你快速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。克制本身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才华，坚持运动保持身材更是一种难得的能力。有太多人嚷着要减肥，却从未真正坚持哪怕一个月。运动和不运动的人从外表上一看就看得出来，而坚持运动的人也会因此而收获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会因此拥有更多的机遇和可供选择的前行道路。人生路上不要忘记运动，如果以上方法您觉得累或者麻烦的话，就要推荐一下我们曲姿的太极能量瘦了，让您轻松瘦下来。以太极能量瘦，它是以中医阴阳学说为基础，黑白太极是为能量载体，黑是调阳，白是调阴，从肥胖的根源脏腑阴阳失调入手，调节脏腑阴阳，恢复身体平衡。2穴位定点放置，定向调理经络和脏腑，不疼痛，不留痕，不破皮，是取代针灸并超越针灸的最新一代中医减肥技术，世界首创，国家专利，取自独有3特色催腹手法，作用于脾胃，结合燃脂精油，提高胃肠蠕动，加速身体代谢和脂肪转化，辅助减肥。4太极10加特色推腹，平衡脏腑阴阳，恢复正常代谢，实现全身减重，5次减3到5斤不等。步骤1，有一器意大利脂肪检测仪，根据你身体的数据分析出你的肥胖根源。步骤2，黑白食取穴，根据您的身体给你搭配个性化方案。步骤3，特殊的手法帮您调理肠胃，加快循环代谢，原价都是299元的项目，现在只需99元，可以做5次减肥，差不多能减下来5到10斤不等，还得等什么？当你踌躇犹豫的时候，别人已经瘦下来开始秀身材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